咏春实用招式教学。今集咧，我同阿师傅咧真系打得火热啊！今集咧，我打到咧点咧，血流成河啦！你一拳，我一挡，我一攻，你一手。你哋唔系而家嚟禁制走系嘛？嗱，我冇所谓啊，你哋损失嚟嘅咋？小念头套拳咧，我就学过啦，咁梗系未学晒啦。金陀教埋嗰几招咧，就啱啱成呢一套拳嘅一半。嗱，而家咧睇下小念头啲新招先。喂，大家记得跟住做啦，可以打通你嘅任督二脉啦。后边后弯脚，摆翻腰，挨住个身体身后前弯脚，左头双拿手啊，白手。右搭左，雙拿手，雙枕手，高攤手，反轉雙直手，標指手，長期雙手，吊大手，收拳，跟住另翻右腳，左腳腳近手。咁好多美少女 fans 咧就问我啦，喂，小念头套拳其实实际有啲咩作用噶？喂，问得好啊！嗱，里边啲招式咧对你关节咧系好嘅，今次仲教你咧冲就嚟攻人嘅，摊抵消人嘅，哇，好有用噶！睇嘢，右手打我嘅上马摊冲拳，退马冲拳咁啊少用啦，好再一次左手摊冲冲拳好快嘅，即系有时护手未必护得切嘅，如果护得到冇所谓，你打一拳咯出嚟。但唔使先咯，係咪？就將人安全咯。但有时中签咪一掹就打佢咯，即系再过嘅时候已经慢咗。嗱，咁咧就要一定要赞好我呢条片啦，未subscribe嘅记得揿呢一个掣啦，揿埋隔篱个钟仔，我有新片出，第一时间通知你。